新祖贤出山，张玉生我，佢家一定可以好靓啦，家一定可以好靓啦，你我手上高嘅话，张玉生我新你。当年将200多磅嘅肥婴儿成功减磅变100多磅，如果祖贤肯出生，一定可以变靓靓啊！7、8年前我已经揾过佢噶啦，咁佢嗰时系病人啱啱想退出，咁所以佢就唔想做。咁但系今次我就真系联络唔上佢咯。我就话我都想揾佢。琴日喺油塘出席长者活动，仲话依家都未放弃噶，继续努力紧。我有一啲台灣嘅朋友認識佢，咁啊，真係隔上隔去揾咯。哦，咁但係就完全揾到。未復翻嚟。唉，佢若前拍呢段短片嗰陣話，接下來我還是會過我正常平凡人的日子。我都希望張玉山你可以成功揾佢出山，將佢變到靚過昔日嘅小倩啊！